它接这一个，如果直接接 USB 的话是没有图像的，就是 USB 不能够直接插电脑，必须要接一个迷你的这种小盒子，就要接个迷你的主机才可以。接上去之后，这个图像还挺好的。那如果是你那边没有的话，到时候我再给你发一个这个迷你的小盒子过来，然后你拿去参加展会。里面所有的应该是。